各位孩子们晚安 Daddy。 今天是在纽约的第几天已经不晓得，现在是晚上的7点，我们打算在一家有机超市用晚餐。算的吧，你要拿餐盒来夹菜就对，有种那种自助餐的概念嘛，这很适合我们啊，就自己要吃什么自己夹。这边感觉是比较像印度料理那一类的。对啊，我要夹对面的。我要吃这个，这个是鸡肉吧？对，这个是对，什么麻辣沙拉？哇，那这很方便呢，这是台湾自助餐开放版。对，感觉是这样的概念。我一块不够，我要再一块。要乐牌，加一块乐牌来吃吧。然后我还要再一块这个。还有很多东西耶，你确定要加两个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喜欢吃肉。那你再看你要吃什么？后面还有，后面。好。后面有一些像是鱼啊、通心面的东西。你要什么？这个吗？好啊。这个。哎、欸，你看有整只的烤鸡耶，整只烤鸡多少钱啊？7块多，8块，200多块，不贵，感觉非常棒啊！这边有好多汤哦，汤啊、选择好多，超多的。这是有咖喱的、鸡肉面的汤，这也是鸡肉的。对，然后其实价格也不高哎，大概20-30块台币，所以价格也不高。要不要来一点青菜的？给你点啊。没有啊，你就看你要吃什么，我们全部分开装就好，这样才有4个。好啊，这是我要夹的、啊啊、那你然后你再帮我夹、啊、先点这个好，这包是什么菜？这菜超多的，卖夹的就吃吃看咯，吃吃看耶。哎，这句真的菜超多的，我的天哪、啊、对，你就不会有那个吃不到菜的问题了，有开放式宝贝的感觉。还有什么呢？后面也有耶，有超多了，这感觉比较像沙拉。The sky is blue, the sun is high. Sitting here on my own, I think of you, you're on my mind. You know, to me that's alright. Green grass on my neighbor's lawn. Maybe I should take a stroll. 总共夹了3盒，满满的，不晓得多少钱，而且里面很多都是肉。感觉价格是不贵啦，我猜比外面吃便宜，试试看。试试看喽。还有一瓶，我猜一定是比我们的早餐便宜啦。早餐买那么多，可是我猜它的价格会超过披萨。而且它有卖这个超大罐的海尼根呢，这海尼根是……这也太大了吧！这好大，这应该有就超过500cc 吧？它是称重的。对，夹肉夹菜都是一样。那是 ID。My passport， 他检查我的 ID， 他怕我买酒没有满18。OK， thank you。我们总共买了37.42块，千出头不贵。所以他有加税在里面。对。加满满的肉，还有一瓶酒。你在美国？如果你在这边夹肉跟菜的话，感觉夹肉比较划算。就刀子。好，放在这。OK。好了，走吧 ，Let's go， 我们去吃饭了。它里面这一区啊是不能喝酒的，所以我刚才买的啤酒可能要回去再喝。亲爱的，来试试看味道好不好？我们来打开，打开一下，看小孩子看到第一个反应是什么。我们来看看他们打开看到餐盒的反应。我有夹菜哦，啊，有很多东西，你看超多肉还有菜哦。用外套脱掉哦，你这样会弄人啊。外套脱掉，它就是点的，然后反正就是它就是不是啊，它就是美式自助餐啊。对，它就是自助餐的概念。对啊，每个都一样吗？没有，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，大同小异。有马铃薯泥、花椰菜、肉丸、青菜，都是你爱吃的。你要那一盘？那个有我的吗？都有啊，很多。你看还有炸鸡、啊，我要炸鸡。鱼啊，肉啊，你看，看起来超棒的，什么都有，是不是不错？总共是1000台币，真的还蛮划算。在纽约的物价真的好高，1000台币在餐馆只能喝3瓶酒而已。在飞机上你可以喝5瓶。对啊，大概只能喝3瓶酒。从里面吃一样菜、一样肉、一样鱼给大家看。好，因为这么多种，这样实在是说不完啊。从青菜开始好了。哎、欸，感觉他加很多橄榄油哎。对，看起来油。好，我来吃一口看看。
不错。我以前对美国的印象就觉得他们食物可能味道很重，可是我这次来我都觉得还好。不会啊，美国他们现在很养生哎、啊。上次五年前来，他们推行有机啊，跟一些青菜什么，已经推行得很盛行。这边现在也是这样，啊、这边是有机商店。对啊，其实他们有机的概念比台湾还早。他的熏菜其实很脆，蛮新鲜的，是没有，就是吃的每一口都有感觉到那个咔哧咔哧咔哧这样。还是给他的肉。这是炸的、欸，这是刚出来的，有热吗？我们去的第二趟才看到这个，看有没有热？没有，没有热，已经冷冷的了。温的，温的，就是大鸡排，可是这样吃很爽，超大块，没有什么很重的味道，就是普通的炸鸡，可是很大一块。再吃一个它的鱼，它的鱼感觉上也是就是下放了一点调味料而已，然后稍微用清蒸的而已。鱼。哦，鱼是那个印度料理的味道，那个孜然味很重，就还好，鱼有点干。哦，这间叫 Whole Foods， 我印象中我好几年前来美国就已经知道这间了，只是说它现在被 Amazon 收购，整个感觉上弄得更高级。然后这边啊，右手边还有现点现做的披萨。其实我觉得来这边吃一个晚餐应该还不错。我们等一下可能会再买一些，看明天早上可以吃的东西。听说它的 bagel 很便宜。这间其实也是非常接近时代广场这一区，我对这边没有很熟啦。可是如果你有住这附近，如果是晚餐啊，或是早餐啊，其实来这边找一下东西吃，感觉上还蛮便宜的。等一下我们会再逛一下超市。我跟你讲，这东西非常营养，这化石，这化石。这我刚有吃，这个鸡肉哇，我你咬得动？好硬，你试看看。哎，那牙齿不好，不能吃这个。这个非可以吃吗？你试看看，这非常适合健身的人吃。看出来了，我们没有演示，真的就是这样。这是刚刚我用叉子插去的时候，手都还在抖，因为要用力的在插进去。你看它有多硬。就是很干啊，非常干啊，很适合你健身的人吃、啊。这不行，这你看是卫生纸。整个现在吃起来，我要是给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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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我们刚才吃的新的，它有些东西啊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可是吃起来的味道并不是这么美味，也许就是因为比较健康，我也不晓得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还没吃完这口肉，很硬吧？吃的时候会有厌世感，你就觉得哦，我只不过想图个温饱，要吃多久？超硬，这什么？可是炸鸡不会啊，炸鸡还 OK， 其实这个肉那鸡排真的很鸡排，我以为那个是鸡腿肉还是怎么，就吃起来超硬的。天哪，现在人又在乱买，我在找护唇膏，有人这边天气太干，嘴唇炸裂，我要找一下。我觉得你已经买了一颗了，可以不要再买了吗？我们买的那都很必须的东西。你买了两瓶水，水买一瓶就好，为什么买两瓶？那你明天不要喝。好，那可以帮我再多拿两瓶啤酒吗？不行，拜托。不行，赶快帮我们找护唇膏。有不是必须的。这是什么？说你的，戳我，还没找到护唇膏，对，还是我觉得你跟我接吻就会好了。那你叫我们跟你接吻？哦，你要跟 Lady 接吻吗？不要。你要跟我接吻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护唇膏。你写多少钱？叫我拿干嘛？不会啦，这边东西我觉得都不会太贵啊，不过有的也是蛮贵的。这一罐1247哎，这一罐38块，不要吓人。38块。只要1100，对啊，那我这包不好吃。买完了，买完了，买了18块。亲爱的，你走在纽约街头。对，我是化身街那个纽约的街头时尚女郎。最好吃。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像哎。真的不像，一看就外地来。一看就知道你是外地来。对，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。要回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了什么吗？你不就买了？刚才已经分享过了啊。我要买水啊。就买水啊，好几瓶。洗手乳啊。还有买护唇膏。对。还买了一个优格。听说他的优格很厉害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多厉害、啊。不知道。今天影片结束啊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
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